好，因为那麦克风很吵啊，好不容易离开机场，又遇到麦克风啊。这里呢，叫八八坑道。那为什么叫八八坑道？因为他打工的时候是逢民国63年，刚好是蒋中正88岁大寿，所以叫八八坑道。所以你不要问我妈是谁，有没有？88岁，对，隔年就走了，民国64年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要问我妈怎么用八八坑道。全长呢273公尺，可以通哪边？通到各位刚刚降落的南竿机场。但是呢，现在已经封闭，只有开放大概80至100。